气象时间来关心哦，现在进入夏季模式，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，但要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尤其是山区啊，北部山区在午后要严防短暂的雷阵雨，尤其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。另外要带您关心的是，今天天气非常的热，所以各地都出现了高温警报，看到黄色呢，其实中部南部都有，但特别注意的是橙色灯号的地方哦，包括云林跟屏东都有可能会超过36度高温，东南部甚至可能呢有焚风发生，各地温度北部23到31度。中部25到36度，南部24到34度，东部23到32度。所以小丁您就要提醒您了，云屏高温警报啊，要小心酷暑了。还有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，进入了夏季天气，也要特别严防雷阵雨的发生。今天的气象提供给您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